那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是灵王世子，也是七九四四世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有好多事想告诉你。好，你太累了，先睡一觉。等你睡醒，我原原本本的告诉你。还是不了。我怕我睡一觉醒来，发现又是一场梦。花枕，所以现在就说吧。我。 不知道从何说起。头一件，你真的叫燕西吗？燕西是我的名字，我姓顾。顾燕西，你是皇家子弟。 那你为何娶七九四做茬子？我不是七九四茬子。那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是灵王世子，也是七九四四世。如今知道这事的人不超过十个。我该很荣幸吗？ 你来我家究竟是什么目的？上次我告诉过你，全是真话，我没有骗你。世子殿下，司使大人，所以抄我满门，流放我全家男丁的人是你，是我，害我被打十丈的人是你，是。 把祖父的书稿退给我的人是你，带上你的书，滚吧。多谢。在凶徒手下救下我的人也是你，都是我。离开的这些日子。 你都去哪儿了？忤逆灵王，被关在禁足了。那你又为何回来？昨夜解禁了，今天我就想来见你。其实你可以不告诉我这些的。你们七秀司司使想瞒的事情，我一介草民，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知道。可我不想瞒着你，哪怕今后你都不再见我，或者和我入宫。